对不起啦，圆圆不是故意的，你妈在外面，你直接拿给她吧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帮我做分类哦。哎、欸，把那边给你哈。天哪，真的很孝顺呢。再不空出点时间陪琪琪的话，以后他就不理我了。叔叔，你这么忙哦？对啊，一年才回来几次，跟圆圆他爸爸一样啊。圆圆爸爸是从事哪一方面的？阿红啊，我也做工来了，做囝大汉，阿是望你会当保庇伊，平安顺遂。